温道松，请就身。咱领导，啊，副领导，啊，各位代表，伊个推荐的代表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讲师晚安。那么，好啊。希望着上天的恩典，那么咱祖师的风烛，师尊师父留在伊的台阶，吼、哦，咱老前人五代弟子，那么咱前人的慈悲，点佛师的提拔，加上咱最前人代表骨气，因此互相的啊，到这个再一次呢，有这个机会啊来向咱最前人代表啊大家长年经历，我感觉讲非常的庆幸。那么呢？而且感觉讲非常的畅快，因为我在做较浅，那么对道理的研究也非常的浅薄。如果呢，啊，而且呢，啊，如果咱讲了无可能，那么慢慢，啊，咱领导，啊，咱啊，副领导，啊，咱各位组长，咱最前人代表，会当甲学校呢，啊，做一个引导啊，来指导。那么呢，学校呢，也啊，有一个题目，啊，要来啊，咱最前人代表呢，大家互相做一个啊研究。啊，家来做探讨。那么呢，我下个题目啊，就是呢，家养古老物，当在下落。天道心难，分道心路。哦，那么咱就不住呢吼，伊甲咱讲一句话啦。伊讲无极之间，以我之间，妙法明明，天道心难，阿弥陀心。哦，那么呢，哦，咱知啊，既然讲是以我之间，以我就是咧讲。五经波的哦，阴阳阴阳加阴哦，互相交合。所以讲哦，所以讲自我之间也就是阴阳合合的哦。自我之间哦，啊又讲到五经之间啊，
除了讲咱生活哦，食穿外用以外咧，哦，有咱讲袂晓行路，哦，那么互咱学习甲会晓行路；有咱袂晓讲话，那么慢慢咧，哦，互咱教导咱会晓讲话。那么咧，哦，有咱袂晓写字，哦，慢慢咧，互咱学习。除了讲母语以外咧，哦，那么国语以外，就是讲哦。甚至讲，哦，咱少年妈妈已经讲教育甲英文的程度，哦，这就是讲哦，即、这个科学的即个进步，那么呢，教育也随之在进步啦，吼、哦。那么有咱毋捌代志，哦，那么慢慢，互咱呢，哦，认识讲哦，咱代志的来源是啥，并且讲哦，讲行向咱人事物的即个了解。那么顶顶这拢是咱，哦，身心生活上。哦，乃至讲咱学业、大家事业，哦，诶，即个发展，啊，甚至讲咱家哦，身家立业，那么这段期间会使讲照顾甲无微不至，哦，甲咱栽培了对，哦，所以讲咧，互咱比如讲，伫细汉的时阵啦，哦，那么互咱咧，啊，会使讲是真好教，所以好教的囡仔一定哦，拢总爱讲安尼去学行，啊，学行就是讲哦，拢爱安尼。行来行去，啊，地来地去，啊，搞来搞去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我嘛是真爱好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但是啊，哦，好动的囡仔哦，又去爱好哦，啊，实在讲个，嘛无可奈何，所以讲哦，妈妈有一届就是讲，看到我讲不能讲，讲安尼静静伫遐，啊，拢安尼哦，讲安尼闲闲就对，所以妈妈嘛，当我讲非常的这个奇怪，所以呢，就惊叫我发个神经病啊，啊，即嘛人来问我嘞。啊，已经是发烧了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妈妈嘛非常的着急啦吼。因此呢，吼，伊就讲白天爱咧，啊，甚至讲哦，落下排咧安尼吼，欢迎啊，非常的这个着急，心的着急，啊，来这个全心啦，哦。那么呢，咱注意这个排咧，哦，当咱做对妈妈啦，做对天道的妈妈，相信讲吼，拢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啦。所以讲，咱做主妇的啦，当然咱就是。哦，我应该爱去孝顺家己的父母啦，吼。那么这当然是肯定的嘛，嘛是应当注意的。所以讲吼，所以讲，以孝心内底吼，伊当然讲讲，身体方面受之无恙。那么不甘悲伤，孝之素养，入心应当当然依着依个孝之重要。所以讲，哦，咱以孝心内底吼。包括讲咱的皮肤，甚至讲咱的这个。
好布下来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，咱今日拢有牛背刀，那么呢，咱知影讲牛背刀一点的迄、那个，一点的迄个理想是对的，吼、哦，那么这就是先天老母所布下来，迄、那个就是本性，迄、那个就是咱的天性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，所以呢，咱庄主啊，伊做鱼哦，非常的奥妙，并且讲吼，伊也非常有含义哦，所以讲把这个人哦。来分做拢两过啦，安尼啦。那么一过呢，哦，就是一过就是上阳嘛，哦，啊一过就是上阴嘛，敢是？哦，那么阳就是呢，咧讲咱的本性，啊阴就是咧讲咱的八气，哦，有经过的所生咱的八气。那么咱了解我讲哦，如果人有本性，哦，咱的无有这个本性无八气，无心作用，啊有八气嘛无本性。同款啦，哦，嘛是袂挂啦，哦，所以讲哦，这就是讲相辅相成哦，哦，哦，这嘛是咧甲咱讲，讲一阴一阳为之道啊，哦，这也是体用含义哦的关系啦，哦。那么既然讲咱有这个八体，哦，咱即摆过来讲咱这个八体，那么咱这个八体伊是有时间性，那么有时间性就是对生到死，哦，咱一般人就是讲依着这个八体。这种感觉，讲吼，我今仔有这个肉体的这个感觉，所以呢，伊把这个生死的这个过程，生就是死的开始，啊，死就是生的这个哦终点。所以咱人食到饱饭啦，哦，咱一般来讲啊，就泡面啊啦，啊，同计是讲小小的一啖，安尼容易嘛吼，会不头晕嘛，哦，所以一般人呢，哦，尤其是即卖的时下的年轻人，即卖的少年人。伊拢就是讲我欢喜就好啊，哦，我若做任何代志，我欢喜就好啊，无管你讲吼，讲有道理到无道理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讲主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，哦，咱现在讲讲吼，咱就最广告吼，哎，大家多看一点，安尼比赛啊，不是得来不来，较少的吼，所以讲吼，伊拢无，拢无迄落，拢无迄款吼，人主的迄个心，迄款观念，讲我欢喜就好啊，你看我袂喜欢我来。啊，所以讲哦，所以讲哦，所以讲，因把迄个生老病死哦，把迄、那个哦，神主牌局，伊咧认定，就是讲，如果我以后我若过来生的时阵哦，二十年后，就是过一条好汉。所以讲哦，因对人生的这个过，伊就无较无着重这个哦，灵性的这个存在。所以呢，咱若要讲讲，除了讲肉体以外，咱搁再来讲灵性。那么灵性伊超越着时间空间，吼、哦，那么伊是无形无相，伊是不生不灭，那么伊是永远存在于这个范围当中，吼、哦，那么迄个呢就是咱先天老母所赋予咱的迄个灵性，迄、那个本性。如果咱安尼讲的话，那么咱安尼讲的讲，咱就是，吼、哦，老母的本灵。那么既然讲咱是老母的本灵，咱安尼讲的咱是老母所生，咱是老母的祖母啊。既然讲是老母的祖母，哪里讲的讲，咱敢是本来咱生的，哦，那要再讲较深一撮啊，就是安尼啊，讲咱敢是本来咱生。如果呢，咱也是承认讲，咱是本来咱生的，哦，那么呢，如果呢，咱直接去换掉啦，我就是敢讲承认讲，我是本来咱生的，哦，那么为什么伊敢讲讲，亲像讲咱六祖慧能大师啊？那么不给咱六祖慧能大师，伊嘛是一个观念。伊来出世的时阵，伊嘛是一个凡人啊。所以讲吼，所以讲，你若看伊咧挂茶咧，咧卖茶，结果吼，伊这个，伊这个，迄个，算讲客栈的吼，有人讲要去订茶，所以伊就搭茶，啊来卖迄个客官啊，客官。结果卖了，佫出来的时阵，吼，那么呢，就去听着就是人个啊，伊咧讲迄个金光音啊，就咧背迄个金光音。所以讲，伊听着这个金光音呢。哦，来讲咧，
对于这个社会的岗位，伊是非常的这个肯定。哦，那么为什么讲咱靠人家来承认，讲咱是本来关系？那么如果咱若讲人家来承认，为什么讲哦，咱其他的哦，有得到以后，咱会亲口说来，哦，甚至讲呢，哦，咱会承认啊，咱会包容对人心酸啦。那么呢，所以讲，咱先去甲伊讲，伊讲咩？讲哦，咱大家是一分钱三世五分，那么祖先一定来关系哦。哦，那么呢，是呢，哦，搁再讲，因为有新冠在，所以呢，哦，你三千块钱大开波咯，哦，要来救过来，天啊，咱有缘的这祝福，哦，那么呢，有相信讲，咱家有家的心，讲咱是不来关系。这那是因为咱在六万年来，哦，伫这个六道轮回当中，哦，受到气命所苦，要所给的原因之一啦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咱就是先天啊，所故何呢？哦，是在离咱的这个体内底，伊有真我，哦，开始有迄个真我，离咱的身上，哦，如果呢，咱注意在座注意，他若讲有相信的话啦，哦。那讲哦，有一个人哦，那么但咱在座诸位讲哦，讲哦，咱的思想较幸运哦，会使讲拢无人性就对啦，亲像咧精神共款啦，那安尼咱伫家里这反应应该是啥物呢？哦，那么呢，咱是毋是讲会诚愤怒啊？讲咧诚愤来讲，为啥物我较无人性？你讲来讲我无人性，亲像迄个哦，亲像迄个野兽安尼共款，哦，那么呢，哦，是毋是讲哦，我要甲你修理一番就对啦，哦，所以讲哦，人是来讲个哦，非常矛盾的原因的所在是伫遐，所以哦，咱先论哦，以前就来讲个，讲个讲，先论本是凡人者，只见凡人心不坚啊，哦，那么呢，咱老师甲你讲讲，修道修心，哦，啊，心诚则天道。心恶即地狱，哦，咱要上天堂，要到落地狱，要升仙做佛，哦，要，咱要，哦，升仙做佛也好，要升魔要做鬼也好，完全的是咱在自己呢，家己去做，家己去想啊，家己去想，哦，所以呢，咱有只呢，绝对，哦，讲万袂去做，哦，那么呢，咱先天老不说不好啦，迄个就是咱的本性，就是咱的，哦，本性。这点啊，咱一定来爱去来肯定哦。咱今日拢就过到，咱定来爱去肯定这点哦。那么，伊在咱内底，伊是有体量存在啦哦。所以呢，因为何阿啦哦，曾经发现这个哦，老母这个困难啦哦。那么呢，老母啦哦，那么伊就在倚天的这个所在啦哦。那么快点讲，天已经暗哦。那么呢，哦，翻云接受天平。那么呢，讲伊就靠伫迄个窗户边啊，哦，那么伊就一直咧想讲，咱这原来有主，为什么讲哦，伊靠后咧过几天，阿母老母同在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哦，讲为什么，为什么，哦，所以讲哦，我呢，有一种的这个感触，哦，大树的这个地方，阿咧啊，欢迎大家啊，用心啊，共同来做一个啊，研究个探讨。那么呢，咱今仔日哦来得到这个一贯天道，那么呢，就是讲我咱先天按何修啦，哦，那么一直接就是咧，就是要贯彻咱人性的这个哦福化，哦，讲人性的福化，还是咧讲。那么呢，哦，以这个天道，咱得得到天道以后呢，哦，那么呢，咱而且是不是讲，哦，在凡尘的当中，人心不古，咱讲人心不古，世道败坏当中，那么呢，咱是不是呢，哦，天道伊的重点就是讲嘛，肯定讲，哦，道德的这个重点，哦，道德。所以呢，
手拿灯吼，会当亲口受戒，吼，去成功了完，并且讲咱今仔日吼，伫这个亲口的这个吼，的这个吼动心内底，吼，大家会当吼在师尊师表，吼，那么甲咱练这个佛的这个门上来，吼，那么做有师尊师表这个地主，那么呢，吼，咱直接是来讲的，有哪感觉讲非常这个甜蜜，啊，感觉讲非常这个感恩。到有天分输掉，所以呢，我们今日来讲，咱会当去得到天道。那么，这个天道一贯的天道，伊真正含义吼是对。那么呢，首先呢，啊，我呢就依照这个啊做个开端啦，来慢慢呢大家互相做一个吼检讨。那么呢，吼第一呢，吼那么我第一点所以讲就是讲一贯的这个正义。
上高伊会当咧吼，人言善辩呐，吼，所以讲，伊拢会，伊的迄个随机应变，诶，即个应变的能力，拢非常的强啊，吼，所以讲咧，伊拢咧啊，跟随孔子的这个学问啊，吼，那么咧，伊拢用着这个马车啊，再孔子去经营这个，所以孔子嘛，来当作讲是外囝啊，吼，那么咧，吼，同款啊。那么咱知影干话哦，因为干话得到道以后咧，那么干话哦，那么伫迄个三十九岁时阵，那么真早就来去孔了，就来回天啦。所以讲哦，所以讲孔子伊嘛真担忧啊，想惊讲哦，都无人搁再继承落去。所以呢，才要从这个天道啦，一贯的天道，来传予这个诸葛。但是诸葛呢，伊拢无甲伊回答。因此呢，哦，那么孔子的这个心内啊，伊拢想讲，我有一个哦，这个不负的这个信义心肠，想讲要来传予你，但是呢，你嘛爱有一点啊客观啊，哦，那么就亲像讲哦，有一块宝玉，哦，有一块宝玉，我是要甲收藏起来也好，还是讲呢，讲我要带下来分啦，亲像讲哦，我有一块宝玉，我打算讲要卖，但是你嘛爱做这个介绍啊。是不是啊？哦，所以讲呢，你拢无讲话，啊嘛表示讲嘛讲，你是不是讲对这个道理的物件，你是不是咱去个领悟的哦？去个深思的这个了解哦。那么事后呢，哦，孔子伫一场啊这个辩论地主的这个主题的时候，那么讲书啊不修边啊，哦，就是讲呢，讲诸葛哦，那么伊袂当的哦，秉持着我这个。心法的这个传承，可见哦，咱讲一贯是平平拢是哦，大家拢有听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有关这个本体的实相上，你是不是会当去来领会，还是不是会当去来解悟？那么未来呢，你这个心境上哦，那么有所不同。所以讲一贯的一，不是讲用言语甲文字会当去来哦，去来。了解伊个实相体，那么这个意就是哪讲哦，天无难啦哦，个这个元素的代表。那么呢，啊就是讲哦，难啦，伊个是讲是万物之灵鸟，那安尼讲起来哦，是动物迄、那个哦，万物之灵是道经的这个动物，那安尼讲起来，伊就是哦，咱哦万德心法的这个核心啦。所以讲呢，哦，咱哦了解讲这道体以后呢，哦，那么呢，咱爱了解讲哦，伊的这个用处。所以讲呢，我第二点就是讲，讲一贯这是体用嘛。就是讲咱的本性，哦，那么你刚刚来个来对咱。
咱人迄个本来的迄个面貌，迄点咱拄则所讲的讲，迄个因的本来迄个面貌咧，吼，会使讲是背甲下面，吼。那么咱说，其实讲咱本来有一点的迄个灵性的存在，吼。所以讲哦，煞不离弃哦，吼。因此咧，哦，咱的这个，哦，咱的祖师爷的，哦，祖师爷的前身啊，就是布袋和尚吼。那么伊有甲咱讲。伊讲咧，夜夜盼，夜夜盼，吼，夜夜盼，盼，盼盼的盼，迢迢万里去了。管。
人就完全是在怨的顶头，吼、哦，叫咱爱精进不怠，吼、哦，咱希望到咱一定爱精进不怠，吼、哦，而且精进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，第三点呢，我就是要来讲，这个心怀甲教育应该个所在。
真正的得到，并且讲哦，亲身哦受着书哦，下迄个哦下迄个亲受啊，哦下迄个教授啊，所以呢，就亲像讲咱有六祖哦，六祖观音哦，五祖甲六祖所开始的就对啦。伊讲呢，自古无父为凡本体，师师命于本心嘛，所以讲嘛是咧讲迄个本体。爱讲本心吼，下迄个物件，就是咧讲本体甲本心，完全就是咧讲即个心愿吼，下即个吼，下即个物件。所以咧，你欲做下即个眼中，伊就是讲道德核心啦。啊，若即个本体甲本心就是道德核心啦，吼。所以咧，吼，咱一般咧讲讲咧，讲三教包圆，吼，那么一地包体啦，三教包圆。一地同体，哦，那么三教一说传的迄个道理，哦，那么咧完全就是哦，拢咧讲讲迄个理尔，哦，拢咧讲一地的物件尔。那么咧，因为咱人，哦，就是咱人的天赋甲思想拢无错，所以咧，哦，因此咧，咱对这个一地的物件无法度人去体悟。所以呢，各人的这个理貌的看法，哦，那么拢有所不同，哦，所以因此呢，哦，咱把迄个一地的迄个真理的物件来解放下，所以因此呢，咱三教的这个哦，三教呢，伊当伊就呢无共的这个教法，哦，啊无共的这个教法，哦，爱来施法，哦，爱教导所有的这个哦众生，那么伊的教法的目的也是呢。要断尽咱嘛的这个业力啊！哦，当时呢，哦，伊嘛是心动心法，嘛是心动的吼。哦，伊嘛是会当，就是讲哦，有哪唔定讲是要教导以外，甚至讲啊，地位会当较高超的，哦，伊会当去得到，哦，这个祖师的这个心法，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心法也是吼，同款来讲，就是要刻意要减去咱自身的迄个意愿，吼、哦。那么伊的目的也是要咧实现咱本来的迄个愿望目标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吼、哦、有一句话来讲，讲呢，吼、哦、心法通，万法通，吼、哦、人一日啊万事变啊，啊就是这个原因啦。所以呢，咱五祖所讲咧开始的讲呢，讲迄、那个，吼、哦。本体本身的物件，哦，完全就是咧讲迄个本体，就是讲因，哦，所以讲啊，讲、嗯，所以啊，我们家哦，做一个，做一个小结论啦，吼，咧讲，例如啊，讲起来讲，汽车啊。将花时做，好，一个独立，独立生活，好，控制，是万一块。开悟迄个心情的物件，哦，那么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咱今仔日。
得到并且来心得很多吼。那么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呢，那么这个一贯的这证明就讲到这。那么呢，第三，我所谓讲讲嘛，通信多信息。
要背离这个领袖。
哦，伊是一种个抽象个迄个迄个延伸啦。那么伊原来这个心，哦，心唔是了，就有得。伊去了这个道德，元素的心哦，哦，所以讲哦，有一句话讲哦，人动初心，啊，心动初理，哦，在性不精，啊，在观不妙，哦，人人拢具有了元素迄个道德元素的心嘛。那么呢，咱讲人心，人心伊是具，伊是具象器官的脑。所以讲，人心不动，哦，各不异人，哦。虽然讲看大家表面，哦，大家拢足善良的这个心，哦，一面啦，哦，但是呢，人人拢有无同的这个心嘛，哦，这就是讲大脑作用出来的心嘛，哦。所以，但是咱在讨论一件代志的时候，大部分的咱拢着重这意见的这个沟通。当咱意见呢，哦，若沟通了，但是啊，咱敢有去想过？讲来咱表面上是在沟通。意见如果若袂当含我哦相同一致的话啦，哦含我相像意见的话，那么咱会安怎想？有当时啊，敢会讲哦，我会怨恨心到来，甚至讲啊，我会含话分介绍讲啊，你是我的敌人呐，哦，我永远拢会甲你哦，甲你面子安尼。所以讲，若有这个意念哦，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对，安全拢是用特心嘛，原来就是哦，咱人迄个脑壳。迄个人心，哦，所建立出来，所以人心，人心伊是造成的，伊是对我，哦，属于我个。所以讲哦，那么这样的话哦，有阵时咱就讲哦，讲叫阴干阳平哦，啊，生出就是的。那么呢，这个有些啊，就是哦，咱人的这个意识哦，那么这个意识就是拄只咱所讲的讲哦，意识。代志的这个哦，第二个拄则讲意见的沟通哦，那么所产生出来讲，咱人有迄、那个哦怨恨心哦，并且讲哦讲来哦划分界限哦，甚至讲产生敌意，迄种的定定，迄拢是脑作用的迄个人心。那么所反射出来，是有咱人的这个人心嘛？所以以咱人的这个人心内底，迄、那个脑的迄、那个哦。脑中伊袂当呢去释怀，袂当呢吼去化解，因此呢吼而且反复的迄个追求吼，更不厌其烦的也深化吼。那么这种深化就变成咱人的一种人格了。吼，咱人人格就造成了。那么呢，有这个人格以后呢，吼，就咱人有人格，那么这个人格。哦，就是佮包括咱人有即个情欲，啊，佮无欲。
亲啦、啊，哦，如果咧，哦，那是哦，亲家母，迄个较细啊，所以有亲疏关系啊，哦，这嘛是一种哦，迄个正常的哦感情哦所培养出来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正确啦，哦，那么咧，如果亲像讲，哦，咱的父亲嘛是相像，哦，那么如果咧，咱一般咧讲哦，一辈亲疏啊，那么一疏之多啊，不过咧，偏偏讲哦，讲拢是父亲，拢是亲啊。哦，不过嘛是，是属于咱家庭，咱家长是所领而所受的。哦，咱嘛是讲话讲爸爸父亲，安尼咱有较亲密的所在啊。哦，那么咧，如果若不是咱家庭，还是讲咱家长是所受的，哦，以外的迄父亲比较咱会有较疏啦。哦，迄嘛是一种哦正常的迄、那个哦亲疏关系。如果若是一种邪恶的，就是讲在经济关系，哦，那么伊滥用迄个感情，并且锲而不舍，拢无顾着迄个道德的迄个哦尊敬，迄就是哦一种邪，一种哦邪恶，迄就是咱所讲的迄个表情啊，哦，那么。Oh.
心就通了。哦，什么也无迄个，迄个善行的心啦，无迄个意念的心啦，什么也无啦。哦，甚至讲咱，什么人家讲欲因清净啦。哦，那么呢，哦，无有迄个不良嗜好的这个心啦。哦，包括讲哦，咱有诸多境界，我阿买食荤啦，阿买各种哦，迄个买部分人呢，就拿恁个有遐个部分人呢，安尼呢。所以讲哦，所以这个是不好的习惯啦，哦。那么华嘛是快乐讲哦，真济讲哦，讲你还有更多的进展。那么哦，啉烧酒、喝酒、哦，食薰啦，哦，甚至讲部分人啦，还是讲哦，嫖赌瘾哦，足济啊，哦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讲不好的一个习惯啦，哦。那么你不好的习惯以后，那么你咱纠正后，哦，甚至讲拄食讲所讲的讲厌恶呀，还得跟。盖不掉，哦，那么呢，那讲呢，金树啦，哦，金树琢灰啦，就讲咱现在说行这条路是对的，那么过去呢，咱说做的任务拢是对的，哦，那么呢，那后尾讲讲，是不是讲咱有这个地位，啊，加上有这个勇气，想要来侵犯这个不好的这个习惯的，哦，那么呢，咱所讲的讲民间以来，哦，遐秉性遐脾气毛病，并且讲咱，哦。未来哦，那么就天所培养的那些歹的那些事情，是不是呢？哦，而且要咱改掉哦。那么呢，这就是讲，你要来清除这物件是无用的哦。所以讲，甚至讲咱今仔日哦，伊丢掉后，咱就要收纳掉。那么咱是属于哦，第一个领导者哦。那么呢，是属于中间干部。如果呢，咱若讲哦，伊得了了。动不动特别发脾气啦，哦，啊，特别呢，哦，意气用事啦，特别呢，哦，老一点啦，如果拿来顾一顾，伊的心中袂当顺来时阵，哦，袂当挂碍时阵，那安尼就是就讲哦，咱他打阎罗王嘛，他恶线变深啦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哦，咱修道修心，同解就来讲哦，你把白的心抛在脑后啦，如果呢，咱讲白的心哦，抛在脑后，啊，任由迄、那个。哦，咱迄个脑脑筋啊，吼，啊来动摇，哦，这是哦非常哦唔对的哦个代志啦吼。所以讲哦，咱世间哦时常有咧讲来讲咧，讲洗脑这句话啦，咱讲洗脑，讲洗脑，就是讲哦，从迄个歹的物件哦，啊改哦改变做好，哦，啊是讲新陈代谢啦。换一句话就是讲哦，讲先的这个思想嘛，咱。改变做恶，啊恶的思想来当改变做善的，啊，这就是讲，咱虽然人环境一直改变，吼、哦，在环境当中有改变嘛，吼、哦，啊有变化，所以讲咱的心是会这样子啊来去转，吼、哦，就亲像讲地球世界迄阵啦，吼、哦，那么咱就看讲吼，日本迄款古武的思想，甲德国迄、那个吼纳粹主义的迄款迄个思想。加大约哦，伊迄个十章内底哦，迄、那个叫做迄个防卫兵哦，迄、那个防卫的心情，大家咱来想啦吼，因、哦、拢是为着翻译啊，为着第一，所以做出迄个无人性哦，残酷屠杀的物件。那么如果咱心那是心为迄个环境内底，是毋是讲咱哦会使咱人的意志会消沉啊？那么这样就是无共款的一种哦，这个洗脑的方式啦，哦，人讲呢，近朱者赤，啊，近墨者黑啦，吼，迄是华人咱个人做啦，不怪讲哦，讲过去的这个哦，古早的这个信，伊就同你讲讲，人先人恶啦，哦，可先可恶啦，吼，这就是人心为恶啦，哦，近朱咱个，哦，个人讲，咱要改恶向善，买单哦，讲个。哦，改邪归正。如果咱也袂当讲进一步，会当呢吼，搁再讲去找着咱哦救命的迄个落脚处的时阵，哦，那咱要怎保证讲咱以后呢？哦，要怎哦改恶？要怎呢？改正归邪？如果那呢，有时啊咱呢犯不犯错啦？大家讲啊，我做唔对，啊，我就来悔改，啊，悔改了吼。搁再犯错，啊犯错，搁来悔改，那安尼敢有效果呢？哦，这就是哦，咱所讲的讲哦，老作用，迄、那个人
因为讲，讲迄个是咱人民的这个正义路，哦，时间的话，那么永远就是咱所讲的讲哦，正义之冠。所以正义之冠就是讲哦，正少你这个花来见，哦，正了有花啊。如果来正一道生，正了就无花啊。哦，那么赶快啦，水难生，花就开啦。水难落的时阵，敢是呢？花煞变。煞变吼，迄个迷糊了对啦，你看看不清楚啦。哦，因此呢，哦，而且，哦，拜咱讲啊，讲，讲哦，这就是讲虚化界定嘛，哦，虚幻不实的物件，哦，那么咱修道，修道人，咱应该爱去了解讲，世间就是安尼啦，世间就是虚化界定，虚幻不实的物件。那么呢，咱应该呢爱去了解讲。世尊以前先甲你讲，讲咧，应如是住啦，如是行无疑心啦。啊，要安怎住？吼，啊，要安怎行无迄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本心？吼、哦，那么咧，这就是讲，你若知影自然，那讲即比即平啦。你若知影，你就你就去做啦。吼、哦，那么咧，这就是讲，要安怎达到讲吼，安尼拜咱发胎万物。吼、哦，那么咧，做到讲吼，实践。真正有道的啦，哦，那么如果来讲哦，一珠一行啦，哦，咱来讲一珠一行，讲哦，一珠一行是要安怎去行哦？那么要安怎去着手？那么来吼，这就是吼，咱过去吼，先做以前经来讲讲咧，讲有道一珠因缘起啦。修得一想得一用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嘛是咧讲体育下面诶，吼、哦，诶，这个项目啦。所以讲，咱今日咧，吼、哦，修得多以后，吼、哦，你一定咧，吼、哦，爱去修得，吼、哦，那么咧，达到迄、那个，吼、哦，达到迄个目标。所以咧，有一句话讲吼，讲修得要比啊修得难。那么伊个拉住你对完全就是讲吼，咱。那作用，迄、那个那作用，迄、那个防相心，哦，我当然去安好个原因之啦，哦，所以讲老人，你这个性格上，无论是讲安逸的你，还是讲理念的你，还是讲呢勉强的你，完全拢两样，咱拢爱呢，哦，先立于不足惜啊。爱成其意而咧，哦，不住期。所以讲咧，大学内底哦，有哪来讲，讲异性啊，异合性者，哦，那么咧，哦，啊，就是咧讲，哦，既然，哦，讲异性不住期，哦，嘛是咧讲哦，讲咱人。而且人心袂使欺骗人心，那么也就是换一句话来讲，讲哦，咱这个界限也袂使欺骗人，哦，真恶，哦，而且含义，那么这个异形就是讲，你迄个纳的这个作用，哦，就是呢，哦，这个真心，哦，来做工具而已啊，哦，那么咱起心动念，一样就是爱叫迄个关心，哦，来连接，哦，关心的这个心，哦，关在呢。哦，拢无受着影响，自然呢，咱心着静，哦，心着静，人心的这个动向，就是依着道心的来调节，哦，时时咱来不忘，规律不动。如果哪呢，哦，咱师尊也在所甲咱讲讲，讲呢，必必心方便呀，哦，也是这个含义啊。那么呢，哦，咱就来。比如就是讲，讲哦，讲伫这世界上啦，哦，那么呢，拢有讲哦，善善华恶即句话啦。
加坡来讲啦，新加坡伊讲哦，咱袂使学白米饭，哦，甚至讲袂使学白食五香汤，哦。那么伊有规定，规定足侪足侪。那么袂使安尼，甲袂使安尼。如果若安尼，哦，那么呢，自然你就会受到处罚啦。那么这就是要甲咱讲，讲咱来修法的教书标语，讲咱袂使安尼，袂使安尼，哦。这就是讲哦，迄个是种的法主的对啦，法主的国家。那么，咱生活在这个哦，在这个社会上啊，这个法治的这个社会上啊，有当时啊，咱讲哦，讲哦，西装笔挺啊，哦，啊，西装啊，穿啊，足标准的哦，啊，迄个衣冠楚楚，好像就讲哦，讲啊，一个足守法的迄个国民啊，哦，可是哦，心内是毋是讲一致啦，哦，心内是毋是讲内外会当一致，哦，那么真正的这个守法。那么在咱人生当中，哦，伊咧想啥物，归就是爱民族主义啊，哦，爱民族主义啊。所以咧，伫迄个历史上哦，一定哦，搁有注量注望相持啊。那么，为虾米讲袂当登基啦，不能长住啦？为虾米甲安尼啊？哦，那么呢，你迄个历史上啊，也是讲有汉高祖嘛，是咧讲哦，讲迄个夜华三当哦，啊，金妻哦，伊嘛是咧讲，哦，伊嘛是哦，严刑峻法，就是讲伊对迄、那个哦，统治哦，会使讲非常严格啊，哦，高压政策的迄个统治啊，但是呢，嘛是同款哦。有人要来刺杀迄个金枝玉叶迄个大有人在哦，嘛是共款样啊。所以讲哦，咱咧讲管就是要管人嘛吼。其实哦，确实是咱关心啦，哦，有影。那么咧，咱来想社会来讲哦，讲这个社会的这个哦，法律定到这样来周全哦，有一天咱来来宣布讲哦，讲这个法律哦。消了的，那安尼哦，咱人是不是同款哦？伊咱用种乌龟哦，十五条内底所讲的讲哦，循规蹈矩，循规蹈矩啦。讲咱是不是大家拢有教迄个哦，教迄个乌龟安尼哦，安尼自然安尼，迄个是哦，有真大迄个问题存在。所以讲人为啥物较爱哦，这法律来甲咱管，因为咱人是挂的。所以讲，咱人是寡妇啦，哦，为什么咱家有爱护这个媳妇爱护惯？这个是哦，一种真可耻的代志啦，哦。所以讲哦，咱就平常讲，动物哦，动物伊有一句哦，哎，平常讲啊，叫居前。Thank you.
所以哦，伊迄个心得上哦，思想，迄个咱来个哦，舍心搞阿舍心嘛。各位本堂师，各位大尊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就是特别天命书的，以及咱尊严在这个领导安排，到今天这个发挥，那么和先修尊严的书面，为了咱们各位来探讨，到底在目前千门万道最坏的时阵，到底是红灯升温正宗的法门的各位。那么第二点，也来和咱各位来探讨，就讲咱一贯的思想到底是对。第三点，也来问咱各位来做个，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去处又搁是在倒位？所以，咱这个题目啊，就是安样快乐的逆流。
哦，各位本堂师，各位大兄，大家好。好。今日就是特别欢迎受到一个咱中联代表领导安排，到今仔这个发会，那么和我先受中联的指令，要来和咱各位来探讨，到底以目前千门万道计划的时阵，到底是红军中联正当的发无罪？那么第二点，我来和咱各位来探讨，就是讲咱一贯的思想到底对。第三点，我来和咱各位来对过，到底咱一贯做主将来的基础如何是在对？所以，咱这个节目啊，这个迈向快乐的音乐家，因这个节目，咱就咱在头尾啊对过第三点，大家明清楚啊。就是讲，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归你的赞助。当时麻烦你讲，因为阮安尼，咱忏悔呢，有去，诚心去忏悔呢，会当承担咱的地位，所以呢，咱进行咱点来说。